这边开局找人得找好一点。我看见祭司了，小木屋后面跑的。我要等他一下，免得他玩骚操作，我钻洞他钻回来。干嘛呀？存一大堆丝，我无所谓啊。那个三层，等着你过来呢。两个人全死。这种就好打，存个一屁股丝，看见谁就给你秒了，双救人就 不出刀就完事儿。
真不想用丝。黑妹不追，看你先知了。那是个屁先知。转医院啊，你觉得你能转得到吗？这都撞得到啊！没机会了呀，两台机子都在修，亮的那个人过来救，要么针对死他。丢下来了也没。
没了。一般喜欢这样的鸟，一般就嗝屁了。这个时候幽闭恐惧就很有用了，然后没有。这还能拉球刷分呢。好像是这波没搞好，然后救人也没搞好，把把白给啊。投降。找死！生物区仍然跑不掉。搞一刀先，交不交？交我也打你。其实我刚才想换人抓的，但是算了，因为这边是限制在摸前锋，不太想让他摸，但没办法。还好有操刀，有一点亏啊。摸好了，又是他救，估计没什么球了。边接针对吧，来打死乔香就赢了。
局以上了。黑妹肯定想摸前锋的，果然，他肯定想摸，他没时间修机子。前锋把治愈交了，无所谓，电机拖到了，人我不让你们扯。杰克还是好赢啊，别吧，你要没推进去我就没法玩了呀。看见一个，听一些白给了，等会把板子直接锯了，要么就等闪现，好吧。白给两台电机，看你过不过来。你要开球的话，我肯定要被打断的。钻没打上，人还追丢了。这个人带着云中漫步的，真实，
怪不得会直流。打什么都不好赢。你看，这就是打小丑有前锋在，你挂不当人。丢了。不打蜘蛛也没办法，你打也没办法，你就是赢不了。这只要这把还是太穷了，没点运气。这里还能爬出去，这个啊，爬进加速点满了。你看这种先知加调香，不能打小手，蜘蛛也打不了，用了就白给，不能再搬机器了。前锋啊，真是啊，运气真好啊。他也喜欢搞事情。是真的怂，你看这个时候没丝，然后你还不好挂人，就麻烦。虽然前锋他拉了很多球，这把估计又要打正对了。
这么快的吗？这最后一台，要么就重新起，重新起来不及，帐篷的人过来救。要么就不救。翅膀没必要换啊，东西没必要换。不用涂的。两个人都在帐篷呢，我没必要传。一个人开门，一个人肯定要往这边踢，绝对不可能两个人都去啊。耳鸣亮了，估计是调香。去看看，真就不救人啊！这么真实。所以说知道别人搬什么就好好一点，头都大了，这估计是平局只能平了，这人没点失误是赢不了的，也不是说赢不了吧，很难赢。我就是被盖板子，我也不愿意插刀，不爱插刀。这把还行。
60秒打倒一个了，幽冥这波要倒，幽冥这波倒了就好打了，下一个是机械十九，机械十九我至少还能来。他喜欢拖那踢点手，这个你等完用户币直接过来救了。往二楼跑了，那我先不追，接着抓磁铁，因为到二楼不好追了。三个磁铁全用了。回去，干扰电机，干扰个屁呀！他妈秀完了。要是有怀表的话，这把没了，好没了，平局以上了。就是这么真实，就我知道他们搬什么就好打了，有时候他们就不搬杰克了。一个都没开，有人，还是个佣兵，门开了。你看这又白给了，把把白给，醉了我。白给啦，跟他的玩手无忌呢。
红蝶跑就完事儿了。别往娃去了，等娃娃死了。应该不会追我了吧？还追？这边有个结石，你不抓，你非要抓我。打你个蛇皮！游戏体验极差。到处都是猴子，幽冥一层，前锋一层。不仅称猴，还要摸人。哦，吃完了。卖了，贝斯拉电机都开完了。演员在烧包。这是谁啊？我觉得应该是黑妹。浪费我时间。机械师的大房，这边三连击，一直在逛街呀、啊，妈耶！
能量了。这么贪。估计要撞久了。演员在附近啊，演员把前锋摸起来了。要全体保他呀。三连怎么可能压到好？演员呢？这边杀掉演员我就没事了，至少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这都敢救的？自己往上面撞的啊，不怪我。真就三个人保机械师，人都傻了都。
看我帮别人烧菜，还拿了一组番茄。二级有人修，这边并不打算追。我要看二级那个是谁那么膨胀。先知啊，真是啊，先知现在都修二号级了。居然不套路，感觉送猴其实，说实话，亏。我觉得我应该继续抓前锋的，把前锋锤了就好了，给他一刀白给了。送猴行为。你就不回头看啊，兄弟！别想摸人，哎呀，没丢下来。没治愈的前锋，没治愈的黑妹，刚是修完过来就黑妹在洗衣台。死了，简直是死了，主要是太远了，我半路还能拦他。枪甲还没交出来，不挂 VIP 吧，我就挂到外头了，挂 VIP 那么行，把前锋挂了，我怕他直接点大心脏了。
这个时候就要换个好东西。再等一会儿，我等金身，他也在蹭猴，你等我也等，等个15秒，你有三尊猴，我有金身，咱俩都不亏，是不是？很赚的一笔交易。我应该提前开的，哎呀，我应该提前开的。我觉得他的那个墙呢，我就应该开的。你先给搞破了，强势还在那蹲着呢，不抓，强势不好抓的。磁铁也翻出去了。一个人跳下去了，抓先知，你敢翻？看你还敢不敢来，你这边有丝了。不敢撞，想撞就了。白给了。再装一下，谢了。我假装往这边突，往这边突，没突动。那个取消插刀的来了，无所谓，你再坚持9秒，你再坚持9秒你就赢了。5，再坚持。
去兼职。没治愈的尸体，他们只需要修一台了，用电机修完了。假装吐，不真吐，没什么卵用。这人不用挂了，挂了机子没了。哎呀，老是提前丢了。他们要摸好的，没摸，没摸的残血救人了。真残血救人啊！应该在医院那边，赶紧逃了。你修的完，我把键盘吃了。反正我飞在天上丢不着，你尽情丢。前锋帐篷应该有人，你看这下了个板子呢，先知两个人，哦，一个红瓦了，跑就对了，你跑我就损失8秒钟，我觉得也点满了，我不虚。我还能损失，岂不是美滋滋？教不教？你教我不打。那我就卡你。你就不下来呀。巴不得你跟我跑猛马呢，损失爽死。有人在摸他了，
看那个前锋忙不忙，你抓他我就挂他，你自己选一个嘛。反正你要么撞，要么黑妹过半，自己选呗。哦，暂停了，我先把前锋挂了。我刚才想换金身，我不敢换啊，因为换了金身我后期没法打了，我只能憋着。看来你救不到人了，还变尸了。炸了呀，这把没了呀，别人一波尸，那电机应该要好了。有车，那这边是应该抓调香。快回去，那差点给我搞输了，本来挺好的节奏，就是这黑妹蹭的猴胎。